台北市消防员侯天元三号因为抢救台北市火警的时阵，为上只腿摔落受伤。嘉义县长汪章良、伫消防局长卢清海以及嘉义县义勇消防总队总干事卢文静的陪同，前往埔主市长庚病院来探视，并且发慰问金。汪章良表示，发生这款不幸的事件，当然拢感觉非常的唔甘，伊也请后生队员要安心休养，恢复健康。消防队员侯天元服务年资26年，以往唔捌曾经有救灾的受伤记录。三号伫台北市一片主体火警抢救勤务时，初期指挥官发现一楼无明火，但是有浓烟窜出，可能无人入去内底会有风险，所以派员架推上二楼入去内底扑灭火势。抢救人员布水线登上楼梯入去内底扑灭火势。后续队员随后登上双节梯了后，因为急于抢救灾害，致使楼梯即段坠落，同时还阁穿着全套消防衣、帽啊以及 SCBA 等等防护装备，大约位两米高的所在摔落，造成正病的小腿骨骨折送医，由消防局救护车送往嘉义长庚病院救治。今天特别到医院来探视咱的消防队员，因为救火造成受伤。那实际上我们县政府有一些公务人员的工作，实际上充满了挑战跟危险性。那他们能够在尽忠职守自己的工作，进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受伤，所以特别来跟他加油打气，来跟他探视，那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给我们的公务人员多一些掌声跟鼓励，因为每个人在各自的角色上都是为了人民在做事，在保护人民，所以在这边非常的感谢他英勇的一个表现。汪章良表示，后生队员因为英勇救火而造成受伤，特别来病院加油打气，感谢伊不畏艰苦、敢危险，也要保护人民，请社会大众和认真英勇的公务员一个掌声。最新新闻，钟乃欣台北市采访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是不必恐慌，防疫有三手：拱手、不握手、勤洗手，做好自主管理。如果有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的时候，尽速就医，并且尽量不要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务必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防疫需要您的配合与参与，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家园尽一份心力，让疫情趋缓，大家安居又乐业。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大家要记得这些习惯：量体温、勤洗手、减少触摸眼鼻口、避免出入公共场所、拱手不握手、发烧、咳嗽、流鼻水、请戴口罩。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